现在我硬菜我肯定喜欢。对啊，阿公都喜欢吃海鲜的。啊，阿公你爱吃硬菜哦。天天也是硬菜，今天要整点啥子嘛？你看嘛，你最喜欢的海鲜呢？阿公，你那个做干锅海鲜比清蒸更入味一点。随便上了，我把那肉挂起。称王，半颗儿，把这摘了就翻出来哈，很漂亮。准备土豆、黄瓜，这外边酥脆，称之为用，好漂亮哈。看看，大椰子哈。就这个干锅海鲜，我后几天评，你们那个小红心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来嘛，我吃个大把的。哦，哇塞，好肥！你们看这个鲤鱼好漂亮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鲤，用来熬汤，取下鱼腩，加入清水，炸至两面金黄，捞出来备用。鱼鳞裹上干淀粉，每一片都裹到位，趁热撒上椒盐。阿哥，你喜欢喝茶的嘛？我给你买个煮茶机，加入两罐啤酒，再放点鸡精白糖提鲜。两样都对。